新竹县新埔保重义民庙今日举行的春季台灯仪式，龙脉路系邀请全台湾有各乡区的强庙来参加。有许多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为了避免安多人聚集恐吓，今日就请邀请的义民庙的董事韩国杰来宾团民意代表出席，来表态对义民业的建议。大造新埔保重义民庙董事长林光发带领董事会全体人员，去庙后拜街风水拜义民家了后，天天同义民庙来判春节台灯。托里先界带领下，组织交通排队加抽位。今日系今年义民节，多一轮七届新埔祭典中迎接，用三兄弟同三鬼求巧得到台里，同义民家表达敬意，还将批鲜花同在世，还有祝用祭祀界奖品，求义民家嘅保佑。义民庙实际上是台湾开发出去我们的忠烈祠，今天来跟义民也感恩。替他扫墓，然后办理春祭。第一次来拜义民，因为这跟我们那个蒋公庙里面拜的那个什么黄花岗七十烈士哈是一样的，所以说也是我们要缅怀先烈来祭拜一下这样子。奉拜义民庙盼春节吉祥，那么有请全台有各乡嘅庙就来乡下参加。不过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嘅影响，所以即使台灯冇做安排。来小心，透过大家共同努力的达标，疫情过后的时间，南台民呢在有将失势力的时候，他们中央来了就共同参拜祭拜，展示南台客家人的团结忠烈精神。义民庙公系个明年疫情有确定，听说为有请全台有各乡嘅庙众来，未来会同全市祈福发通做客台灯，有可能有请全国客家社团乡下来参加，本客家信仰文化、社稷少传入落去。客家新闻播报，新竹报道。